喂，幺小弟弟啊，你把你的变声器关一下行吗？不是，你爹已经打死一个人了。哎呦，我真的是恶心死了！为啥我玩一把游戏就匹配到一个变音器呢？你可喝了假酒的兔崽子，看我今天不……不是你二号在那骂我什么玩意儿啊？大熊，走，我们不理他。好、哦、你去吧。不是你在那装什么可爱呀、啊、给你脸了是吧？一天天的。我你。那啥小馒头，你跟着哥走吧。你说你带一个变身器有啥用啊？你不可以的时候姐姐。我说你把变身器关了行吗？不可以。对了。看不到。没啥意思知道不？带一个变身器玩啥玩意儿啊？行了也走了啊，后会无期。抖音。